真有确凿罪犯？我可不记得给过你使用资料库的权限。我只是跟进一下目前的状况对账。这每个人都怕他怕的要死的刀锋女皇，哼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。佩克斯，你不清楚他是谁，对吧？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。这对吉姆来说很重要，他们曾经很亲近。等一下，你说他们两个之前在一起，在虫族夺走他之前，本来是另一种样貌，现在变成这样子。 我抓到泰克斯，想入侵我们的资料库，查询凯利根的资料。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，但是很显然的不能信任他。麦特，我和泰克斯已经搭档很久了，一起经历各种麻烦。最后被执法单位抓到时，他扛起了两个人的罪名，并没有出卖过我。我获得新生，他却被关起来。我了解你对他的友情，长官，但是我欠他的，麦特。 就这样吧，是的，长官。雷诺，你现在一定听到消息了，看来你又重操旧业了。说的没错，希尔先生，同时跟虫族和自治联盟作战，对我军损耗很大。 你还有兵力吗？你知道吧，虫族的入侵让佣兵供不应求。不过你那个酒保调的麦台鸡尾酒实在太棒了。好吧，我这里有些佣兵合约，你可能会有兴趣。谢谢你帮忙，希尔先生。这是 UNN 的唐尼·博米利恩现在正位于现场。今晚我们的主题为众所皆知的刀锋女皇。科学家和军队内部的人员从以前就推测，那个神秘的异形首领其实是个受感染的人类。是的，唐尼，虫族女王是不是有可能拥有一颗人类的心呢？凯特，更重要的是。 这是否代表了人类有可能和虫族结盟呢？唐尼，从来没有任何证据，毫无证据显示受感染的人类还可以拥有自我意志。你说的没错，凯特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要怎样才能杀死他呢？这点无疑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。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，刀锋女皇就必须被消灭。 我还以为我把这个留在马尔萨拉了，怎么会？泰克斯，你就是没办法放手是吧？你那些莫比斯的伙伴可曾说过，刀锋女皇也想要这些神器？哎，我也是刚收到任务没多久。 没什么是我知道你不知道的，天知道他为什么会喜欢一堆亮晶晶的小玩意儿。我看你心里就只想着钱，泰克斯。没有人说我不可以在为人类做事的同时为我所付出的努力取得酬劳。没错，你来对地方了。
你还好吗，长官？这么多年后再度与凯利根对上，我们得阻止他，麦特，不管他要的是什么。嗯，他今天被我们打跑了，这些神器对他来说显然很重要，但愿能知道原因。接收到此讯号的飞船注意，虫族正在入侵阿格利亚，自治联盟把我们遗弃在这里，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农业殖民地，我们必须赶在被包围前离开。如果你听到这个讯息，请救救我们。信号接收中。指挥官，非常感谢你回复我们的求救信号，我是艾瑞尔·汉森博士，我代表阿格利亚殖民地的人民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博士，你可以叫我吉姆。现在是什么状况？虫族已经攻克我们的行星防御，这个殖民地已经没救了。在过去的12小时中，我们不断将人民撤离到最近的星际港，但虫族的攻击越来越激烈，我们无法再护送更多人民过去。如果你能守住干道，我们就能开始每隔几分钟运送下一批难民。不用担心，博士，我们会带领你们平安到达星际港的。我希望你是对的，指挥官，这些虫族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。